就谢谢你的荧光棒。Hi, Hi, Martin。很想睡觉。大家今天做什么呢？我今天超级无敌想睡觉。Hi, 米加雷。Hi, Martin, Loic。晚上好。再加耍废。那我也要耍废了。这是什么？这怎么念呢？三个字。我都不会念，要怎么念？我很想要打喷嚏，我好像感冒了耶。你知道美玲感冒的很严重吗？一定是被他传染的，美玲病毒传染给我，头超痛的。一直流鼻涕。嗨，君怡，米加勒。不行啊，这个礼拜还有 Minicon， 我要赶快把病治好。你没事吧？我头超痛啊，都很痛，可是我还没量体温。最近活动很多对，最近活动很多，活动越多练习越多啊。有去看医生了吗？你觉得呢？当然没有，等我一下哦。哎呦，大家想念 Rex， 我就把 Rex 出来吧。嗨，勇哥 ，Hello， 安 ，Hi， 彩妹酱。嗨，裴森，汤猫乔哥，你是不是当偶像之后得到了很多看医生的机会？真的好像是怎么办 ？Hello， 八卦花花纯呀吼，还真蛮简单的嘞，可爱勇哥，易凯 ，Hello， 我口好渴哦，我忘记买水了。因为我刚到家，我今天呢，早上工作，下午练习，晚上练习，然后刚回到家里。易凯，谢谢你的荧光棒，超哥，谢谢你的鹰眼棒。妈有在日本有上网吃到饱吗？没有好像没有吧，我觉得没有，可是有，但是很贵。对，所以。就是台湾的手机费是蛮便宜的如果跟日本的比起来。嗨陈 ，Hello 麻友 ，Hi 明星的好久不见，誰が可愛いだ，好啦，勇哥が可愛いよ ，Kitty Hello， 四季青春茶 Hello， 哈台湾有啊，不然呢？台湾有吧？588吃到饱，499吃到饱，699吃到饱都有吧，999吃到饱之类的。少少小小路人经过，威伦，想好 ，Hello 想好，安安我是高斯，安安怎么过来的？誰？啊，やっぱりね、安安我是高斯，もう誰か分かってるんだよ。なんでこれめちゃくちゃキャラ渋滞中やん。そうキャラ渋滞中やろ。有哦，嗨，没有名字的人送我枫叶了，谢谢你。四团 ，Hello， 呱呱好正 ，Hello， 呱呱好正。呱呱好正是不是你是儿子吗？汤姆，昨天登记好吗？有229的握手了，真的假的？我叫咪咪最可爱，陈，真的吗？陈，谢谢陈，谢谢你。我们家猫咪麻薯在睡觉，今天不要吵到它吧。哈啊，你不是吗？对不起，我以为是。夜鱼 ，Hello， 露露 ，Hello， 阿奎，谢谢你枫叶。为什么最近很多人都叫呱呱什么的啊？呱呱什么的，很多人都叫呱呱。今日 CD 発送したってメール来たけど詐欺じゃないことを祈る。詐欺じゃないよ。山田 ，Hello。
TSZ Hello 情人迪迪哦，情人迪迪，好久不见，超久不见的情人迪迪，嗨九九，哦头好痛哦，头好痛，そして早くマイちゃん売り切れてくれ、売り切れさせてください。マイヤ有看过三元的影片吗？是什么影片？最近的影片都没有看呢，之前有名的那个。珍珠奶茶，珍珠奶茶，那样的我都有看过哎，还记得我啊？当然记得你呀、啊，李天天 ，Hello Night， 亚麻路布，哦，好久不见，亚麻路布。ルカちゃんの売り切れさせようかな。二人ずつなんでしょう？二期生は。我昨天有去金山泡温泉。聞いて、刘家刚我还有梅林。终于有群组了，我说 LINE 的 group， LINE 的群组，我昨天有传，我自己有做一个 group。感冒了，对，一定是感冒，一定是美玲传染给我的，一定是美玲在那边发烧，然后她很努力，所以她还是会来，她还是戴着口罩来练习呀、啊。然后我跟她的话，通常都跟她一起嘛。Oh, 被他传染了グループラインで来てそれででもねミレちゃんがあのもうすぐ日本に帰っちゃうから遊べないのよ2月まで那美玲去看医生了吗好像没有哦法克 Hello 明星成龙嗨香菇佩森傻眼你被传染那我传染给你好不好？こんばんは。鼻音很重。福岡戻るんか。大阪に戻るんだって。まいちゃんの故郷。星期五要。行きたかったんだけど無理だねきっと。所以今天不是过敏啊，不是光过敏，今天不是直播过敏。哎，我发现这个我的那个直播夹有点低，我要换这个啦。等我一下哦。国内，安内啦，不要。安内啊，等我。大家好，从上面的我，从上面看下来的我，等一下，哦，啊，好烦哦，等一下，要怎么弄？哎呦，天啊，等我一下哦，哦 ，OK， 麦姐你映りたくないので YouTube に映らないよ、ライブは映らないよ。よいしょ、はい、いけました。完成。はい。これぐらいの高さじゃないと首が痛くなっちゃうんだ。あ、じゃあ。はい、SSSS。彩虹花。まいちゃんに映されたくないので YouTube。あ、彩虹花？彩虹花？是彩虹花？是那个彩虹花吗？对，是那个彩虹花。Hello， 彩虹花。Hello， 彩虹花，我很开心你来找我，超开心的，彩虹花，我爱你哦。妹姐，你这个企鹅 Ken 部落，佩森呱呱，映るやん絶対配信見たら片映る，映してあげる。眉毛のスピン，眉毛のピンド，大眼星星ピンドだに，大眼眉毛ピンドだに。歪九 ，Hello， 娘子 ，Hello。今天有麻油病毒的我，啊，大家小心，看一看就会被我传染。我这给你看，我的 Rex 超可爱的，对吧？我今天好吵哦，这个画面。我的 Rex， 可爱的 Rex， 跟我一样大眼睛的 Rex， 今天。
在是史迪奇麻油，爱华宣堂，把我传染的措手，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麻油病毒传染力一定很强。守りの恋人小雾 ，Hello， 小精灵 ，Next 息が曲がっとる。こういうセンスなんだよ。华宣堂和夜精灵，夜灵精，夜灵精，不是夜精灵，夜灵精。哎呦，打赛呢 ？Tim， 你到底能宣扬？嗨，姐姐，哎，姐姐，我给你看，你看你想念的 Rex， 有没有？终于看到 Rex， 很开心吗？陈先生，帽子斜めにかぶる人もダサい。帅帅星，传说好哥 ，Hello 好哥，好饿 ，Hi Rex， 终于看到你了，嘿嘿。Hello， 大家好，今天不是欧莫奇哦，今天是 Rex 来直播，当直播。嗨，好好，阿别，好好 ，Hello， 阿别 ，Hello， 花生糖，谢谢你的 love。花生糖，你的那个大头照是谁啊？是梦纯哎，为什么？为什么是梦纯？不是我，生气。我今天看到很多生气的人，为什么大家那么爱生气呢？因为我刚刚搭公车回来，然后我看到一个阿伯在那边说：“你再跟我说一次，你告诉你什么？你这样子是什么什么什么攻击？什么什么攻击哦？你再给我说一次！”你在那边。就是他在那边一直生气，一直暴气的那种。然后后来我就，然后他们在讲台语嘛，然后他们后来就是和好，人身攻击，对，人身攻击，对对对。哎，你在那边吗？是不是你在那边？是不是你搭一样的公车啊？然后后来他们在讲台语，然后说啊，拍谁啦，拍谁啦，什么？没事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讲。然后就觉得啊，大家今天心情不好吼。今天是星期一，所以果然大家都心情不好呢。I'm with you， 真假的？你说真的吗？你认真还是怎么样？还是台湾人都会这样讲？呜呜，Rex 制作人，从甄选支持麻友到现在，麻友终于竞选吧的感动。对啊，呱呱，谢谢你的枫叶花生党，谢谢你的 love。花生党在跟我道歉，好好笑。新都 Kuro， 还有君臣六，轩 ，Hello， 诗仙轩，嗨，哦五哦，汤姆，谢谢你，国之，谢谢你的枫叶，这是替身攻击，好中二，是哦，好中二哦，佩森一兰。环艺红艺啦，红艺，谢谢托姆的啾啾，哈哈哈！今天坐的公车是从金山回板桥的啦，哦，吓到我了啦！我还以为你真的搭了我跟我一样的车，也太厉害了吧！托姆，谢谢你的啾啾，麻友大姐姐好，怎么啦 ？Rex 的胡子可以拿下来，可以的哦，不会动啊，但是长出来的、啊。怎么可能会动？长出来的啦！最近 Stitch ちゃんが可愛い。Stitch なんかね、もうね、生まれる前から可愛いんだよ。ヤマト、谢谢你。默默 ，Hello。然后今天还在那个，我今天有去看牙齿，中午的时候有去看牙齿，然后我看到什么车祸，然后有一个阿伯，又是阿伯啦，阿伯就是倒在路上。然后很生气，我今天看到很生气的人，大家有没有生气？今天我说今天，有没有？谢谢你的看好你呀。那个胡子是别针，不是别针别上去的，是长出来的好吗？米小说米酒 ，dream 啊，この前レイチさんのストーリーで見て気になったからマイちゃんの、もし。那你称呼可以改成底气，不行啊，没有啊，看到麻友怎么会生气？对吗？
今日成人の日だから聞く。もう成人式？はいやー、マジで。もう1年だったんだね。那蛮有今天有生气，没有生气，我超生气的，我超气的，我超生气，没有啦，跟你们聊天很开心。Kyosuke 讲 hello， 無視ひどい，無視また無視。あなたが眉は世界を救うに変えてくれるまで私は無視し続けます。王静源，谢谢你追踪我，可是你要记得这边有。IG 要追踪我啊！你看这边长痘痘，好像那个好像长了一颗痣哎，红红的，这里，气气气气气，怎么一来就看到你生气？你因为 Q 奖迟到啦，所以我要生气了，气噗噗！黑哥，僕嘘つけないんだよね，起来，黑哥。有注意到痘痘，对啊，超丑的，怎么办？怎么办？Hello 啊，谢谢你的枫叶。めっちゃ泣く。二三，二三，Hello，谢谢你今天也有来看我的直播。今天是开到9:30哟，要陪我到，跟饲养一样有痣，可是我的是粉红色。你知道除痣的话，那个痣会变多吗？还是台湾人都不会这样子？不准看玲玲，Hello，不准偷偷看。嫌いとかひどいもん、僕のガラスの心が。ガラスってプーってしたら膨らむやん。だからプーってして膨らませてあげるね。視野也有距。だから視野是在左边吧，这里。台湾没有这种说法，真假的？代代 Hello，我们日本人都会说，就是一个痣、两个痣、三个痣这样子，就是数一数就会变多呢。哎，不行了，我刚刚啊，天哪，我的痣会变多，怎么办？眉心呀，眉心在哪有？本当だよ、三角。三角梳，三角洲，三角洲，昨天长的，你说这个吗？对，昨天长的痘痘，这是痘痘，这个不是痣，好好笑。等我一下哦，我先拿一下东西。下一片金黄，你要往北面慢慢的前进。又是开车看直播，你是不是想要被我骂？大西洋，哎呦，没关系嘛，有现在在日文很强的台湾人了。Rex，嗨，看不到啊！你要离开也至少让 Rex 上镜头，不行，我不给他上镜头。花圈糖，谢谢你。壁ちゃんの配信が一番楽しい。じゃあ壁ちゃんの配信見てて。青春痘。カモニ、ヨモド、我也很想要被麻友骂。好啊，你讲，怕怕怕，叫长怕了，叫长表示怕。ヨモド没有什么要怕要骂你的。消 Hello BC Bridge，要么呢？你要买这个吗？你要买到这个吗？你有这个袋子吗？AKB48 Team TP，不知道我在这哪里，我应该是这个吧？不是吗？不然就是哪里？忘记了诶，我在哪里呀？你要买哦？你要说没有啊？然后我刚好有理由可以骂你，不急，我猜是夜唱的关系，没有，没有，不是啊，不是夜唱而长痘痘的。Kami，谢谢你的荧光棒，发克，
这个很实用吗？上次有送啊，上次有送啊，对，没有，我有讲了。姐姐，你这样安尼唔贪哦，这样会被我骂，被我修理哦。要讲谢谢你的肉。你会摆几种爱心？安、啊，谢谢你的雪饼宝宝。AKB 姐姐你好，嗨家好，钟家好是钟吗？钟家好，嗨你好，你好弟弟。嗨点，谢谢你的我来签到。Hello 阿芝，空班扎苹果 ，Hello。你会摆几种爱心？是送，是送吗、啊？是送家好。对不起，我中文不好。第一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好多哦，这样子好多。你还会吗？还会摆其他爱心吗？是不是很厉害？嗯，握手会どんな格好で行けばいいの？でもね、あ、28日に来る？それとも29日に来る？それによって私のアイディアが変わります。我叫点啊，你叫点啊，对不起，随便取的，对不起。鱿鱼 ，Hello， 第九个是不是有点偷懒？这个吗？但是是给妈友就给过。其中一个是不是是这个爱心？这是爱心。你看你这边也有爱心啊，其实这样子也是爱心。麦ちゃんに合わせるわけじゃないから。じゃあ、这个完全に合わせてもらうつもり。どうしようかな。じゃあ、228だから。どうし、あ、わかった。袴。成人式私行けなかったから。男の人の袴姿を見たことがなくて、だから袴姿で来てください。你叫嘞，谢谢你的玫瑰。我真的姓，我叫点。啊，你不是点吗？哎，点，哎，点哥哥，还是你要点哥哥？点哥，哎，点哥好了，嗨，点哥，嗨，点哥，你是女生吗？还是男生？我相信你是男生，我看看。你是女生，男生啦，应该是男生啦。你是谁啊？你是那个啦。好啦，我知道了。Hi Cookie， 第九个应该是不要看我的痘痘，不要看我的痘痘。無理，什么什么瘦，难过。歪者，你有穿过和服吗？有穿过吗？我很想要看男生穿的和服的样子，男生穿和服的样子超帅的，帅无倍，帅无倍。腰骨也又出现，没有会用痘痘贴吗？我前阵子有用过耶，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用，所以我没有再用了。僕はめいちゃんを喜ばせるための奴隷じゃないねん。でも私はジョンカニさんを必死で喜ばせるよ。姐姐要点歌，没有穿过，没有穿过，你一定很适合耶。觉得这件衣服很像史蒂奇，对吧？史蒂奇，待って。史蒂奇になります。今からスティッチになります。私は。Lilo， 那个给夏威夷语言，夏威夷夏威夷话 ，Aloha， 哈喽的 ，True Love， 真心爱，真爱，可恶，我被麻友病毒攻击的好害羞。好笑，麻友病毒，抱抱。
以卡尼桑穿和服去帅吾贝。对啊，他会帅吾贝。哔哔哔，觉得这件很像是第七。嗨，玫瑰。嗨，一纯。风凉滚滚。大家好，我是史迪奇，今天是史迪奇麻油，这个超温暖的，因为今天很冷嘛，因为你看这个超好摸的。普通にロンティーとかでいいか。あ、ロンティーに私の子マイユちゃん頑張ってねとかもあのわざわざ作らなくていいからマーカーで書いてきて。マヨ的直播的时候，手机的声音关掉比较不会吓到人。手机的声音，我刚刚有开声音吗？好，那我，哎，我有关声音呀、啊。我原本就有关声音呀、啊。かっこよすぎてメンバー全員惚れたら困るしな。どうする？惚れちゃったら。坤坤安安安，很冷，保暖好。对，マーカーとか絶対嫌や。無地のあるやつあるけど、マーカーでいいよ。マーカーでもいいじゃん。頑張ってねって書いてくれたらそれで嬉しいでしょ。何？これは。マヨスユスイジョ水着男子。不要，而且如果是マヨ跟スユ的话，就是双C嘛。而且我真的绝对不要站在穿着什么泳衣站在思雨的旁边，我就是一个大只的人。メンバー全員に僕の取り合いするのおかしいやん。カオスやん。やばい、今のはマジでわざとじゃないからね。カオスだね、カオスカオス。それは知ってます。でもなんか知らないけどおかしに見えた。ハッピー、ハロー。二三、你是挑高挑啦。你是高挑啦，你是高挑，你说高高的意思吗？日本語読まなくなってるやん。そうなの、最近日本語弱いの。原来你怕显得你大只。对啊，超大只的，因为他太小只了。我认识思雨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小只的哦。阿贵仔 ，hello。嗯，高挑是高挑，谢谢一春。嗨，小毛，你身材高挑指的身高长得高？麦ちゃんと花娘どっちの方がでかいの？なんとは言わんけど。有啊，梅林不算。梅林是158左右吧，我是163，有5公分的差别。哪有多啦？哪有多啊？我家泰国人啊。还有台湾啊，很多小小只的花生糖。日本女生歌词啊，看到了，七七阿奇兄妹一针知足。家里カレーナする技術やな。香菇四季青春青茶。大島優子152cm。おお、はいまんあいで。はよここ。あ、どいここ、最高。ここ、很高。真的很高。他越来越瘦欸。为什么可以越来越瘦？超羡慕的。他本人就很瘦，然后他越来越瘦。他回来变更瘦欸。你们不觉得吗？你们上次有看他直播吗？我有稍微看一下下，然后他穿很短的短裙，不是短裤，然后就看看他的腿，就觉得超级无敌细。因为是仙女，仙女会越来越瘦吗？有这么觉得？太瘦了。那麻油呢？麻油吗？
马友友越来越瘦吗？越来越瘦吗？越来越瘦吗？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瘦一点？我讨厌你们，我讨厌你们，我就接下来的直播我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看起来有比较瘦，有吗？可是这样子压着脸，就这边的肉会很明显。有啦，好啦，不用啦，不用安慰我，哼，瘦过头反而太不太好看。国志少，你居然跑去看腿，感觉今天马友好累，因为我今天感冒，我今天感冒头好痛。嗨，田中，我都这么做，我只有看马友一个人的直播，哎，真的吗？真的吗？今天过过可能一点，马友变瘦了，我可以作证。非常恐慌吗？这是卖萌，代瘦会显得消瘦。不用了，我不用变瘦。我是胖的，我的脸是胖的刚刚好的啦，因为看起来很好吃嘛。你敢不敢穿睡吧？米露旁边不行啦，他身材太好了。你跑去看果果的腿，不是他看他屁股吗？谁会看屁股啊？小何多喝点热开水，对，这是重点。因为呢，我家没有饮水机，就是很不方便的家里。然后我有在外面买水回来这边，那没有热开水，只有冰水或是就温水，没有热水。哎，是有啦，是有，是懒得弄，再一个小时就去洗洗睡。好啊，再一个小时就差不多我关了啦。早日看护，谢谢，福，花生蛋，谢谢你，不要叫我，因为我不会理你。可是我每次，我知道你不会理我，因为我每次都会叫你，你就不会理我。你身材很差吗？我身材蛮差的啊，马友都是直接摸，可以买块竹。也是啦，也是可以。主播，你是日本人哦？嗨，多多子一吞吞，你的名字真的很难念，海豚，嗨海豚，我叫你海豚好了。田中 ，hello， 小河 ，hello， 豆芽 ，hello， 多喝温开水，保暖多休息。你们要 mini 空了？对，我们要 mini 空了。真的吗？妈妈身材差的话，那我要怎么办？23，我看看你的身材。23，你是那个大头照的吗？是吗？23，我好像有看过你哦。等一下，23原来是那个女生是吗？是吗？的话我就会很开心哦。是吗？23，快回答我，快回答我。等23回答我，其他留言我都不理。哈哈哈。哪个女生？是哪个女生呢？我要怎么解释？就是那个大头照的女生吗？是吗？每天都要睡满9个小时的那个吗？是吗？23，你要赶快回答我，不然我其他人的留言我都不回哦。对的，耶、yeah! ！开心，23是你，耶、yeah! ，是你，耶、yeah! yeah! ，耶，23。开心哟、哦！我真的很开心，女生来看我的直播，我真的很开心，我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开心。好，我来念其他人的留言啦，已经变成其他人没有了。我说别的粉丝们的直播，那不是留言。妹妹有这个 good 的，可爱哟！田中，谢谢你的心心相印，
迷你控卡到 Nogi 最高，不然我也想好想去哦。你要去 Nogi 最高？田中 ，Hello， 谢谢你的玫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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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这是其他的留言，笑死。小何，谢谢你的蓝色应援棒。这是其他留言，所以不用怀疑。不要，我怕会被大家拉黑。那我去改一下性别好了，妈呀，好坏。肯定算很单纯的个 kids kid， 男生更离不开心，我也很高兴。那你有，因为有新的可以摸什么啦？那像我可以摸吗？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这样害我好不好？我会笑，我会惊吓我女粉呢、欸，不行呐、啊，我需要女粉，我需要女粉，我跟女生聊天好开心。嗯。现在在让票，但是让不掉。等一下，等一下，直接变性好了。妈呀，本二级生的屁屁摸过了吼，好像没有。莫比格里斯点，你给打哟，你给打。嗯，当 ，Hello， 华生打切耳朵。TDB 内尼斯与雨晴都是身材很好，身材好。妈呀，有女粉丝表示喵喵喵有。不行，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念。我刚刚说麻友哎，麻友有女粉丝表示麻友的表现也能吸引女生很好。对，小何，你错的好。我这是想要讲这些事情，可是我刚刚就解释的比较不行。宏伟 ，Hello， 麻友，麻友是谁？麻友这个不离鬼就摸那个。我才没有装可爱好不好，我才不是不利狗呢。你有没有偶像学演的活动吗？我没有哎、欸，我没有，可是我很想要参加偶像学演。可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偶像学演签的成员都是正式生，而且比较像偶像的人。哎，不是这样讲有点有误会哦，我说跟我比较起来哦，因为我不太像那种偶像学演里面的偶像，对吧？就像品涵啊、Mina 啊、蕾琪啊什么，那个哦，可爱可爱的那种偶像，我懂我意思吧？懂我意思吧？喵语娘，喵语，喵语，哎，不行了，这样子，这样不行了。我刚刚说喵语，哎，喵游，喵游，你是不是现在一直想着羽喵？好像我跟羽喵好久没有见面呢，好像明星哦。今天不去吗？我上次才是。研究所不能签，不是不能签吧？じゃあ他の正式メンバーアイドル。いらないこと言うな。目前找的都是穿得下动漫角色。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田中巧一，私に話す。あなたに話す。なになに？田中，怎么了？怎么了？我会回你啦，我会回你啦，不要生气啦，对不起啦，田中 ，Hello，Hello， 我给你时间，跟我聊聊天，好来吧，你问我三个问题，我会快速的回答。田中，甜甜，中中，甜甜，中中，巧巧一，我给你时间，你长得很像林志玲，林志玲，林志玲。像吗？林志玲，比较正统系偶像的，对，我不是正统系的。咪咕偶像学员都唱日语，马友最适合去唱跳了。天哪，马，那讲给我管理的驴。他问你是否日本服感染？我是大阪人，二三，你还在？我以为我说。耶，有女粉丝可以摸了，你就吓到，然后你，我以为你就被我吓到，然后你就走了，好开心你还在，妈呀也厉害，都上 Seven 的广告的，啊，你都有关注我的，很开心哦 ，Seven 的广告那是靠运气的，对，靠运气，我在现在念什么？哇，すごい，現在に住んでるんだ，私は大阪です。马友是动感系的，跳舞很厉害，那就可以当动感超人吗？
那个成员摸不过，要摸分尸的哟。布莱恩没有啦，耶！二三好开心哟、哦，二三，而且二三是二三上次也有来看我直播吧？我知道，动感妈哟，动感超人，动感超人，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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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我是看太多次的蜡笔小新，我超喜欢看蜡笔小新，动感广播，说说说说说说，动感广播吗？忘记了，是这样讲吗？哔哔哔哔哔哔哔！嗨，什么事？二三小心你的屁屁被车淹没。请对我发射动感麻药广播。臭阿奎，这个臭阿奎！正义的味方，动感超人，正义要救世界！哔哔哔哔哔哔哔！ごめんなさい。麻药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啊，我都会记得诶。麻药，지금이거사이아게스르게시면嗨嗨，炎炎星麻油，我叫炎炎星麻油。大姐姐，大姐姐，고세，僕고세。고자이，店长，刚才你逃げたから，どういうことだ？逃げたから。逃げたの？哈哈哈，100点100点100点くれた、イエーイ！100点いただきました。テストは100点じゃなかったけど。香肠，你的魔爪伸向二三的屁屁了吗？哈哈，麻药水太像了，有吗？有吗？大姐姐，大姐姐，要不要跟我约会？我心里便便什么了？不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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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超像的，怎么办？超像。不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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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新麻油。这是蜡笔小新把麻油带坏了，是没错，是蜡笔小新带我学会的哦。小新看太多了，很像的声音，你们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大哥哥，大哥哥，欢迎来看藤井麻油。不行啦，这个不行啦，还是不喜欢讲这些。能干小猫屁屁可以配音的，蜡笔小新喜欢露屁屁，大象，大象，大象，豆皮秀丝，豆皮秀。你可以选杨丞琳的声音，杨丞琳的声音。什么？我只会唱暧昧，暧昧是杨丞琳的吗？彭宇，彭宇，Hello，彭宇，这是我认知的偶像吗？是，是，那来偶像模式吧。嗨，大家好，我是 AKB48 TMTP 的永远18岁的偶像，国民妹妹当当，我叫藤井麻油，大家请多多指教。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是偶像模式的麻油，我最爱吃的。过来，过来！今天的麻油，今天的麻油没有极限。对，今天的麻油没有极限。我2020想要挑战很多不同的事情呢，所以我今天是偶像模式。好啦，大家不要逃走啦，好不好？アイドル崩壊しました。嗯，谢谢你的英文版。嗯，汤哦，真的很像台湾和日本配音的声音。要不要换？哎，不会耶，不太会，不太会那个小丸子。嗯，谢谢 ，and love you。还是原来母汤的麻友比较喜欢。什么是母汤的麻友？国民妹妹。要强了，要强了！我想模仿。哦，好啊。宪哥吗？宪哥，みんな呆れて困ってる。你是不是发烧了？发烧了，你可以帮我，你可以帮我量吗？可以帮我量吗？我一个小梦想，就是交了男朋友之后，我故意发烧，然后不是故意发烧了，我说如果我感冒了，如果我感冒了，
就是男朋友这样子，帮我这样子，帮我这样子，然后是就是跟自己的额头的温度，光明电视干单，对对对，额头靠额头，不是靠额头靠额头，这个我不行，太油了，就是手就好，手这样子放着就好，真觉得好帅。啊，我的想象力也太强了。你去报名偶像学员是因为不是正式生所以不行， staff 有回你什么吗？我没有说哎、欸，我没有说，没有，我没有跟工作人员说过我想要参加偶像学员哎、欸，而且不是我们决定，我们能决定呢、啊。你可不可以学本田佑轩的声音有听看？不会。结果男朋友叫你直接去睡觉，哇！我会很生气哦，我会很生气，我会故意3天4天左右每天发烧，然后让男朋友就是担心到没办法叫我睡觉的那种。哎呦，不行，面对下一个人。姐姐，你明天要上课吗？我放假了，大学生就是要放假。选粉丝的额头太油，不是的，好吗？我对男朋友的想象力是很强哎、欸，你可以问看看怎么样的男生会比较被女生喜欢，你可以问啊，我就可以教你秘技。还有男生哪里的 date 跟你呀？啊，確かに，姐姐早，哎、欸，是儿子哎、欸，是儿子，如果是我，我会直接把你。哎呦，不行啦 ，Q 强这样子很不行不行，我会抱着你不睡哦，我就不想睡觉，我、哦、不行，我不要睡觉，你们要抱抱我，我就不睡，永远不睡。马友姐姐，请你教教我们，你最好啦，你最不需要的那个人，卡尼桑，马友真的你快问，小虫他喽，好好笑。也太可爱了吧！这不要啊！我想要他理我。然后，如果他直接叫我睡觉，我就会暴气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是想要甜蜜蜜的，把你去看医生，绑我吧，绑我就好，不要把我去看医生。不行，感冒就要多多休息哟。姐姐有看过家庭教没？家庭教室没有。今天你写乌龙派出所的，他会讲台语，我不会。他不会耶，他太难了。ジャックスリオアンズしたらいいの？不行，我会生气哦。如果给我吃药，我就会生气哦。如果你给我吃药。我就把3颗贡丸塞在你嘴巴里。嗨，高桥陈，面得是，一个 ，Hello， 蜡笔小新，娜娜子姐姐的声音，不会了，我真的不会模仿。今天是动画模仿时间是吧？这 day's guy， 瑞里比较喜欢吃贡丸，哎、欸，你最了解瑞里，快努力。哎，为什么是3颗贡丸？因为我不喜欢吃药啊。可爱不是可爱，是卡哇伊。谢谢 KX 的真情告白。不吃药不睡觉要发烧。没有，有人陪我就好。就是没有人陪我，哎，你知道那个很孤单的感觉吗？一个人睡觉，一个人感冒，一个人发烧，一个人吃药，一个人去看医生，然后一个人休息，我就觉得这个病永远不会好。麦讲的你妈呀，麦讲麻油使用贡丸攻击，麻油的贡丸攻击，把3颗贡丸塞在你的嘴巴里。姐姐，你是日本的吗？对啊，那学一下什么栗子的说话方式？栗子是那个乌龙派出所的那个吗？我是跟他的哥们，没问题的边缘人。谁？
谁知道我是边缘人？你乖乖吃药，就给你吃巧克力。哎，这个好像可以哦。你真的很了解我哎，给我吃巧克力就好了。因为你不喜欢吃贡丸，所以塞贡丸。我烦你。思雨来了吗？其实生病的时候是最脆弱的，对，还有厉害。秋丽 ，Hello， 我是 AKB48 最漂亮的漂亮姐，最漂亮的漂亮姐姐，麦讲姐带的应该对吗？不行，真的好怕，要塞巧克力里面喂你吃就好，啊，喂你就好，还是不行啊，吃药跟巧克力味的药也是一样啊，不行，不要。不要。我有姐姐，我有哥哥，我是最小的那个人，所以比较爱黏人。我真的很爱黏人。然后我超爱抱抱，超爱抱别人，就是不管是谁，不管是谁，就是好像那个像经纪人啦、啊，就像我同学，没有到很熟悉的同学也是。曾经被我抱过，然后他就吓死了。因为那一天有体育课，然后那一天我有早八，然后体育课就很想睡，我就是想要靠着别人，就很想睡。然后也是女生哦，可是我没有到很熟悉，就是有讲过几句话而已，然后就突然抱着他这样子睡觉，然后大家就整个吓到人，因为大家就说诶妈有怎么了？妈有不舒服吗？对，我真的超爱抱着别人。だどうしたら薬食べてくれるの？口薬とかもっとやだ。もっとやだ。もっとやだ。食べてくれたら私が真似します。ちゃんと自分で食べろっていう。口移しとかじゃなくて。你就塞在嘴巴里面，你自己吃这种感觉。然后我想的方式会比较有效。我也喜欢抱抱。漂亮大姐姐，我是演员新出机住，今年5岁。连这个是个人的演员也。怎样里多少人有被抱过？好多，真的很多。就是阿胖最多吧，阿胖是我的椅子，你知道吗？阿班是我的椅子，也是我的枕头，也是我的抱枕，也是我的棉被，也是我的什么？阿班最可怜呢，被我弄得好惨哦，因为就是我们教室真的很小，然后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坐，然后他上次坐在沙发上，我没有位置坐嘛，然后我就坐在他的脚上，然后他啊。没有，那时候是好像有其他位置，然后我就故意就是没有位啊，发烧了，中文怪怪的。阿班变成工具人，对，是没错，对啊，哎，还有按摩功能哦，还有按摩功能，真的，说真的，我上次。坐在阿潘脚上，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按摩了。肉肉超会按摩，你天天都跟人按摩椅。那个下次我可以跟阿潘交换吗？可以啊，可是你要负责按摩哦。阿潘整个变工具人。鱼喵下一个月生日有什么打算吗？鱼喵吗？不知道，要投钱吗？要投钱吗？你说阿潘椅子吗？椅子是魔吻吗？要是爆吻魔吗？要是爆魔 TTP， 太多妖怪了，怎么办？じゃあ、めいちゃんが日頃アーパンに虐待してるから、めいちゃんの分握手会アーパンに使わなきゃ。没问题，从头按摩到脚都没问题。哎，害羞，不，麻友是屁屁魔。然后我坐在阿潘，哎，不是，我坐在阿潘的脚上，他会说我的屁屁好软。然后就是我让他坐在我的脚上，
但屁屁没有肉，所以超硬超痛。攻击我的大腿，嘉豪，这是爱你，你去哪了？嘉豪 ，Hello， 嘉豪，就嘉豪，屁屁摸哦，笔记笔记，强强 ，Hello， 强强，建华，でもアバンの足骨やろ？でも私にはお肉があるからね。好久没有看到你，哪有？冰屁屁，冰屁屁攻击，冰屁屁攻击。有点疑惑，屁股有硬的吗？真的就是瘦的人都没有肉肉的，感觉。我有在你 IG 哦，我有看到我，谢谢你。炸鸡双眼 ，Hello， 大家好。你知道，就是我最近有练习一个事情，就是对嘴的部分，就是。我真的有唱出来，但是好像是日本人讲话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吧。就像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きこ、はじめまして、私は藤井愛です。这样也可以讲话啊，但是中文比较就是多，就是一呀、五啊、鱼呀、是啊，怎么样？我是藤井麻由之类的。喂哲，谢谢你送我好多好多玫瑰，谢谢你。俺の尻は硬いよ。急急に。なんだっけ。你还有忘记我在讲什么？对对对，然后就是最近有很多活动啊，然后经纪人也是就是注意我说我要练习对嘴的部分，就是我真的有唱出来，麦克风有收声音，但是我看起来没有在唱歌，因为我的嘴巴没有在动。所以我最近呢很努力的动嘴巴。最近有什么活动，就是1月19号礼拜日有研究生产 MINICOM， 还有当日票可以买。那你今天まえちゃんのせいで口パクがバレ、本当にねこれだけは言うとね、本当に 100% 口パクはないの、本当にこれだけは自信を持って言えます。 100% で口パクはありません。台湾は本当に 100% で口パクがない。嫌だの。もうさ、だって4万之前跳完 Only Today 跳完 AKB48 跳完，我就很喘很喘，还是要唱出来啊，因为没有对嘴，不是那个放音乐就没有，就是直接不会唱那种。我们真的有唱出来。姐姐，你们是年轻团体吗？是的，我们是年轻团体，像我也是18岁而已。东妈，谢谢你的真情告白，虽然有点 lag， 谢谢。为什么要练这个呢？因为呢，就是上镜头的时候，我要拿麦克风，可是我的嘴巴没有在动的话，这个人怪怪的，为什么拿麦克风，可是没有，就是嘴巴没有在动之类的，就有点矛盾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练习嘴唇嘴型的练习那个动作。妈呀，今天的嘴唇色很好看，真的吗？这礼拜五是我小罗志祥的生日，1月17号，真假的？生日快乐！当日券あります。你考虑跟我交往吗？让我想一想哦，让我想一想，要不要跟你交往？还是先不要好了，当朋友吧。应该是说表情要做足。不然看起来像美惨。詐欺師は私詐欺してますって言わないやん。对、マヨ18而已。19号见。15岁吧。少女团体。龙骑士、原来如此。了解。やっぱ研究生人気ないのか。乃木坂のね、コンサートね、いっぱいね。かぶっちゃったな。是哦。是哦。好冷淡呢。你不要再冷淡了。加好。微微 ，Hello， 微微，托尔，
아니면요새가그래시전도는기잠깐봐不过也是可能真的没人气，没礼貌，没礼貌。それなぎちゃかいこ、なぎちゃ、もうダメだわ、もう無理だわ、もう今日ダメだわ。すごくさっきもミヤユとか言うし、なぎちゃかとか言うし、なぎちゃかとかなんか美味しそうやし。我怎么了？没怎么了。口の動きも硬いよ。C 位 Jeff， Hello， 大家好。最近真的真的油脂不好，乃木坂做的那个坂味素，想我吗？修理沙弥沙弥，じゃがりことか，そうそうそう，乃木坂乃木坂乃木坂，发言不行哦，快好哦，九点了，快好九点，真的假的？已经九点了耶，剩三十分钟了，太快了吧！我最近发现跟你们聊天真的心情会变好，而且我现在头没有到很痛。麻药是打给的，对，麻药是打给的。研究生人气还是很高啊，不然唱片销量怎么会那么高？对，我很感谢，真的超感谢。对哟，上次梅林感冒超严重，对，上次梅林感冒超严重，对不对？对不对？那个上次那个时段呢，那个时段呢跟我一起工作吃饭练习去玩一起睡觉，所以呢现在是换我感冒了呢。最近才发现跟卡尼森聊天心情也变好的意思啊。金佑谢谢你的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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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研究生不容易，正是酸的几川互相传人是吧？对，带有新型病毒的你，我跟你们说，我以为啦，带源新型病毒的你嘛，然后我知道带着的带，可是我不知道带源这个用法，然后我第一次看歌词的时候，带源新型病毒的你。然后我分得很奇怪哦，我就切在这，带这样切，圆形形，圆心形，切病毒的你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新型病毒会变成圆心形病毒？到底是圆形还是心形啊？然后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后来我考虑了很久，想了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后来受不了，我就问谁呀、啊？问阿潘还是世宇吧？他就说不是不是不是，是带源新型病毒。然后说带源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就是普通的带一样，带着新型病毒的你，就这样子。然后说哦，原来是我不懂的中文单词呢。害我一直想着带原新型病毒是什么，带原新型病毒的你是麻药的形状，带原新型病毒，对对对，带原是指着带着病，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了啦，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互相穿这么怎么那些卡在一堆的样子，对不对？卡球全到，这个叫高音的妹妹，带星星病，圆星星病，对，迷彩醋位置，对，是麻油的形状，带圆者吗？麻油与杂音，误会的样子 ，OK， 可是真的误会了，真的误会了，然后一直想很久，因为我们就是迷你空之前一定会复习一下。全部的歌词嘛，然后我看看歌词，我就觉得，这是怪怪的哦。玛雅的中文技能，数点亮，数点亮。说到数，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就是前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有上过一次演戏课，然后演戏课这印象很深刻。应该是可以讲吧，因为不是现在公司帮我们上的，
就是那个老师，演戏老师啊，他就说，我们这样一排，现在的成员啊，这样一排，然后上演戏课，他就说，你现在是树木，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变大，越来越变大，什么长果实了，然后你是一个很大的树木，你要想象你是一个很大的树木，然后你被风吹，然后这样就觉得上了两个小时的演戏课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啦，我们没有到很熟悉，你知道吗？好荒谬的感觉，对，真的。而且呢，什么？我的是你的写真，谢谢，荒谬。对，而且如果现在上那种很好笑的演戏课，我们应该是很好玩吧，就是看上的很开心。但是呢，当初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客气一点，就是不是有话直说的那种，然后我们就只能认真的做。那时候那个气氛真的很尴尬，就觉得好好笑，邪教洗脑的感觉。对，麻油树真的很多果实哦，甜甜的果实，麻油树，还有很多很多奇怪的课程了。是懂记忆吧？不是，那个课真的很好笑。还有上过，就是我们之前还没去过试镜的时候，有上过还蛮值得上的课，就是有一种就是去试镜啊，如果要拍广告那些，然后那个试镜姐姐，就是负责试镜的姐姐帮我们上一堂课，然后她就说，现在你要拿一颗一个奇异果，然后你要对奇异果喜怒哀乐，然后我们在那边奇异果，懂我意思吗？然后老师会说吸开心的样子，我就说奇异果，怒这个奇异果，这个臭奇异果，然后喜怒哀乐啊，这个奇异果，啊这个奇异果，然后就喜怒哀乐的乐，很开心开心，快乐，哎，这个奇异果。那时候还好，我们已经变成 Team TP 了，然后就上个班很开心。可是我们真的有上过还蛮奇怪的课啊，好好笑。现在可能就是超级爆笑的上课，大家开始互相开玩笑。哎，普然，眉有的眉有的丸子，可爱，哎，肉，眉有树会掉苹果吗？会啊，加一个苹果，开心的奇异果，苹果什么眉有的头上。有这么生气哟、哦？隐形的奇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疯子。对呀、啊，宣扬谢谢你的玫瑰奇异果，流冷汗，像奇异果害怕，有没得黑眼？我过来是给的可以有怎么是带一堆的？可以表示我是，好好笑。反正我们就是到现在这两年多了，多三年的时间，上过很多很多很好笑的课啦。还蛮值得的啦，值得啦。我那个睡到，我好饿，还蛮有趣的，对吧？你们也是看看喜怒哀乐，这个奇异果，还有很多、哦，来爆料一下吧。嗯，那时候还有什么？还有，那时候还有阿布三有一起上那个试镜课，然后要演戏的时候，对。我记得那他的中文蛮，就是好可爱，可是忘记台词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最近吗？最近很少哎、欸，
妈现在感冒，但的晚餐要怎么办呢？我想吃麻辣烫，我想吃麻辣烫嘞，我想吃麻辣烫。出去买吗？还是叫啊？我昨天就是在我呼噜潘达的熊猫 eat 熊猫食物，我昨天就叫熊猫食物，而且熊猫食物现在超过299会折扣100块哟。对，昨天是吃麻婆豆腐冻。最近辛いもの食べるとお腹がめちゃくちゃ痛くなる。年やわ。よかった、私も。もうお腹が幸せになるから。年轻だわ。不能吃麻辣烫。不能吃麻辣烫。是你感冒不能吃太刺激的啦。我知道 Q 讲是个一个很单底的，就是很，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很贴心，很亲切的。很亲切的男生，但是如果我跟 Q 强交往，我好像一直跟 Q 强说不要啦，我就是要吃的，我不想吃药。然后 Q 强一直跟我说不可以吃的，你要吃药，赶快给我吃药，赶快睡觉，这种对吧？感觉每天在吵架的感觉。跳起来是个一个很成熟的男生呢，吃一些清淡的东西比较好，最好指南。是你说服我吗？还是怎么样？巨服，吃你个来么？对不对？都对了，我们个那个嘞，麻辣豆腐冻，对。そういうカップルにはなりたくない。割と好きだけどな、こういうの。爸爸跟女儿的对话，因为生病的人最大。生病的人最大，对，今天我就是生病的人。要听我说话。ちゃんと話聞いてくれる彼女がいい。やだ、顶多让你少吃一点。好好笑啊，跟我讲就好亲切，被网友打败了。好好笑。暖风 ，Hello Cookie， 你回来了。まゆ、こんばんは。Hello、こんばんは。Hello、モーリス。はい、開始。薬読んだらご褒美で辛いもの食べさせる。それもありね。ダナをこねる自分が可愛いと思っているでしょ。你怎么这样？难道不可爱吗？我对你这么丑，你就会觉得我可爱？有没有？你输了，你输了。来人，给我一现实钱回来。ドツボを使ってもか。けど私もドツボを突き返した。カラン佩臣 ，Hello。没有，谁说没有？我就不理你的。谁说没有？我就不理谁。哇！嗨，負けた。没有结果。哈哈哈，是你害的啦！啊，好笑结果。还好，我没有那么。乱，我家没那么乱。怎么跌倒了？因为有人跟我说，有人来不及截图啊。我家就是那边有行李箱而已啊，因为我要去旅行了，所以我就慢慢准备，做个准备。那边有行李箱，就这样而已，其他没什么。前の丸いウイルスがいっぱいなんかくれたよ。シーピン宝宝、谢谢你。反应快速的麻油，对，反应蛮快的。麻油多吃点辣，喉咙痛，再来吃掉。Cookie， 谢谢你的鼓励。怎么跌倒了？一宿。僕の大好きなレイジが、シーピン座だからね。私は射手座です。私は射手座だからね。
芊芊 ，Hello。哦，我已经想睡觉了。そうなのか知らんかった。知ってるでしょ。誕生日に誕生日ロケットをくれたの君でしょ。好きでしょ。そういうのが好きでしょ。不是整个手机飞出去。二三，谢谢你的年度选票。二三，你看这边是十二，这边是二，你看这样就是二三的。你看，你看，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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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等等下播早点休息。等等吃点东西，洗个热水澡再睡吧。Thanks， 谢谢你的戳我，好哦，好冷淡哦，好冷淡哦，好哦。Rex 手会痛。最近有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我很想要看电影。每年农历三月，大家马就会有老金。最近学会了，如果打哈欠的话，就吸一口气，就不会打哈欠了。僕も知りたい Netflix で見るのがいい。Cat，Cat， 猫，猫，我超想要去看那个。那我周六看了白头丧，白头丧，哪有鬼屋？那你鬼屋什么电影 ？Top Gun 冰雪奇啊，我有看了，我看冰雪奇缘，我有看 Cats， 可是那天 Cats 不要，为什么不要？听说中间会有那个，中间会有蟑螂的画面，很恶心。雷片，嗨哇熊脸凉，有没有？没关系哇，都改去吗？嗯，我想一想，我应该不会去吧，因为我毕竟感冒了。阿翔，谢谢你的玫瑰鼓励，看好你哟。Cat 听说很惨，真的？可是广告片真的蛮，感觉很好笑，很，还蛮好看。Action 给个青春学院系个一。哦，古装剧，わかんない。最近何があるんですか？あれ見た？あ、青春学院系だったら、あ、違うか。去年圣诞节，你有看吗？我有去看。なんで中国語？不完美的阵营这个星期上映。哦，好哦，好哦。平日让我害怕。一音速小子。哪有找时间可以去大家拜马祖？嗯，好啊，还好久。对，我记得这个礼拜应该不会出去玩吧？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然后这个礼拜要迷你空了。对啊，这个礼拜日就可以见到大家了耶！ Yeah！ 然后大家也会看到我新的。那嘛有了耶、yeah, 开心。你的情歌是呀，有客串，真的、哦。Stromboli 的 Stromboli じゃなくて Stromboli って何 Stromboli じゃなかったっけ？哎呀，春花可爱，我爱你，我最喜欢这么嘴巴甜甜的你。我最近想看18号19上映的 mini con TTP 主演哦，我就是爱你了。周道飞去打交。Strobe Edge 没在。いやのにゃやのね。私なんかさ、最近日本語怪怪だから、なんかStrobe Edge だっけ ？Strobe Edge だっけ？でも Strobe Edge だよなってなったわ。今。Sorry， 我要到握手会才能跟您见面了。没关系的，握手会2月28号。没关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变可爱。那时候要让 Q 讲觉得哦，蛮有变更可爱了。这样 ，Q 火曜から木曜日配信ないの旅行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い？配信本当？ないか、ごめんね。
しません、旅行。有培训。比较想看19号那天才有麻油。我爱你。迷你没帮我去23，真的、哦？那你握手会来吗？那日本語はちょっと上手い。大丈夫です。そっくりそのまま返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我也是握手会才能见面，看过两天都要去，不过两天都要去一定。真的吗？228、229都会来的意思吗？台湾人超猛。あ、だから言ってるじゃん、日本語が上手い日本人でしょ。え？違うわ、違うわ、なんだっけ、どうやって言うんだっけ、どうやって言うんだっけ、私って何だっけ、日本語が上手い台湾人だから、日本語が上手い日本人だったら普通の日本人やん。ダメだわ、本当に日本語弱いわ。好，下握手会会努力，好哦。但22月1号会努力去见到你们哦，好厉害哦，是台中呢，是台中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呦。那那那，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我有一个台中的朋友，小日本語ちょっと上手い、く関西弁にあたり憧れてて、是関西弁喋りたい感じ。其实也有日本不好的日本人，你在说谁呢？我跟你们说，我有很多台中的朋友，然后就其中一个是比我大1岁，然后今年要毕业，他很想要我来，我去他的毕业典礼。请问一下，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很好奇，我连我学长学姐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去过。我说大学的啦，男生女生是男生，然后他就说吃的住的车牌的我都包，然后就说没有啦。我说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一定要去找你的话，我应该会去找你看一下，是跟你聊天。但是如果没有什么事，然后毕业典礼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演之类的，我就不去了。他就说不然给你住饭店，给你吃饭，高铁费我都付，拜托你来。我就想说到底是为什么那么想要我来啊。男生的话不建议去，男生那你就不用去了。大学生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去毕业典礼，对吧？女生的话去就好了，而且当事人还不会理你，因为大家都在忙，对吧？友達なけ？男なら僕は許さない。通常毕业典礼，毕业生家长都会去啊，所以家长的概念吗？毕业典礼当然没有特别的表演，对吧？如果有异性去参加，会不会有再交往？我也是这么觉得啊。我当然有跟他说啊，如果是我只有一个女生的话，我就不去啦。可是那个是从我高二到现在一直都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不可能会。我是觉得她是一个女生朋友一样，懂我意思吗？我现在没办法讲清楚，但是对，反正她是一个女生朋友一样，所以对，其实没有什么担心的啦。でもただ飯食べれるなら僕だったら行くわ。224握手会去，还是她其实想要想要 TTP 去表演，是这样子吗？闺蜜，你可以多一些女生朋友一起去。对啦，我也在想，因为她毕竟，你知道她是一个帮忙我超多的一个朋友，因为我甄选的时候完完全全不会中文嘛，然后那时候就收到的讯息啊，收到的作业内容之类的，都是传给她。我就都传给他，然后他会帮我翻成英文再传给我，然后就去努力看。然后就是他害我唱那个
我不会再用的。有一次甄选作业，我不是搞错了吗？然后大家都作业交的作业都是哥哥，你要起床了呢，都几点了呢？你快迟到了呢，怎么样的作业？然后在那边我在唱歌，因为呢，他翻成英文，然后我就搞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就交作业。对，你们还记得吗？是闺蜜一样，对。ちょっと同調した。田中，谢谢你的啾啾。马友去可能会有点无聊吧，除非他一整天都要带着你。对于 NAB， 我说会揍他。我在想你说那个东西呢，所以阻止了伊能尼。那你说那个都要奈的，但是我也许可以认识新朋友。对啦，我也在想啊，就是再看看吧。当天有空的话，我建议你跟他说清楚。嗯，哥哥，谢谢你的荧光棒。毕业典礼当天，毕业生应该会去很多地方哦，真的。那我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很多地方吗？你到时候可以去逛逛校园哦，也是啦，也可以啦。就是我只是想问你们。台湾的大学毕业典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而已。好，差不多要念了，谢谢维哲的看好你哦跟鼓励。毕业典礼很无聊。好，是你怒ってもらえるなら一体这样对你他都比较好。对的对的对的，跳讲好哦，谢谢你的建议。好，那我念咯，一个人谢谢你。好，来哦。哦，今天的排行有点特别一点。好，来吧，今天的第十名就是幽默的，谢谢。今天的第九名是乔哥，今天的第八名是洛洛，今天的第七名是一关，今天的第五、六名是托猫，谢谢你。今天的第五名是 Cookie， 今天的第四名是田中，今天的第三名是威哲，今天的第二名是。今天的第一名是 Cakes， 谢谢你，大家。没事，因为隔壁的人回来了，然后我怕吵到他。一干，谢谢你的心心相印。我研究所的毕业典礼都没去了，我今年六月后再告诉你。好，孩子。今天是正常的麻油，对，正常的麻油。因为最近听说就是很多人因为隔壁很吵而有点有问题之类的。吓到了。哦，是门铃吧？我等我一下哦。好，好像隔壁的人来找我呢，所以，吓到了。好，那我在这边结束咯，不是外送啦，隔壁的人，对。好，拜拜大家，谢谢你们来看我啊。